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同大家讲一讲这个从小投入 3D 达人。我是来自香港，做老师的梁志勇，帕克伦。先说一个对不起啦，我的国语就是很烂的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不能说跟不能念，不打针，看 slide 就可以了。我想你开始这个 talk 之前，可以看一看。这是一台 3D printer， 就是这么大，可爱吗？这个。这个可爱吗？可爱啊！朋友们都说这么少，不是吧？然后为什么我要做一个这么小的 3D 片卡给学生使用呢？今年 3D 片卡的顾客开启了第三期公益证明，只要人人家中有一台，那么就可以所有公司都 DIY 吗？真的什么都可以了吗？用枪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什么都可以了吗？你对 PDP 是超人还是哆啦 A 梦？还是让他是一个变形针？不是啦。所以 3D 平台这么好，大家家中有没有一台啦？有没有？哦，一个。哦，对啊，郭老大说 3D 平台不适合于工业生产。他说如果是的话，他的脖子怎么样？你们想看吗？啊，我想看了。所以呢，我想方法去普及这个 3D 平台。今年 3D 平台的顾客一切源于这个 Red Red 这个开源的宣传。 Red Red 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 3D Project。 它主要是想在电脑design 了一个 product， 他用这个 3D 平台打印出来。当然啦，还可以打印自己的零件去复制一台新的 3D 片台。3D 片台就运作原理，首先你要有自己的 design 啦 ，design。只要你design 好自己的产品，你就可以将这个 3D model 用软件转换成一些机曲。这些机曲主要是依赖控制这个 X Y Z 同埋这个呢个接触喷嘴的控制。好，或者可以看一看怎么样可以将这个 3D model 转换成一堆机曲嘛。其实它最主要就是将一个模型好像切片一片一片切开，将它切开，再将胶料组一点一点的扎成上面，就是这一个原理。将胶料放进渣里，之后就一点一点地织出来。或者可以看一看，其实这个快件，我想很多朋友都或者看过，这个 3D print 怎么打印，是吗？它一点一点的扎在上面，那么去到最后就有一个 seamless 出来。好了，
既然已經open source 了，為什麼很多人都在討論，為什麼我們在座的朋友只有一個有這個 3D 拼塔，還缺少了什麼呢？當然 3D 拼塔的好處是可以自家改良、自家設計、自家 DIY 生產。當然啦 ，TMA 最好啦，但是自家生產很繁雜，是不是？當然不是啦。由時候開始，我們就要教到學生們如何做這個 design， 對不對啊？他們不懂 design， 你教他們用這個 3D 拼塔幹什麼？對嗎？啊，我本身是來自香港的一個中學教師，來自這個陳南昌紀念中學。我本身是教這個設計科的，我希望透過這個電腦進行一些設計活動，然後學生可以發揮他們的創意。啊，我在課堂內我會教授不同的design software， InScript、SketchUp、Render、AutoDesk、1D， 都是很好用，而且是部分是免費，部分是 open source 的。啊，學生在用這個AutoDesk 1D 做這個設計。當然啦，我上課時教他們 3D 軟件，學生們玩了幹什麼？對吧？玩了幹什麼？玩啦，走出來變成了很衰吧？對吧？有多衰？怎麼辦？不幹了。打电动还好吧，原本的工作画面温馨这一个不行啦所以呢要学生学会这个design， 本来我们就是要他们有兴趣有兴奋感，所以如果只是在电脑画一些design， 他们不有兴趣。過去我教學生做這個模型的時候，都是用這個 1D 做一個切片，一片一片切出來，然後再用這個 laser cutter 燙開一片片。當然啦，這個很麻煩啦，或者可以看一看，啊，這個是 1D 啊。當然，這個 3D model 可以幫下。切開一片片，哇！這麼多一片片，學生，你不是要我一片一片貼完在一起嗎？不是吧？不是，對啊，啊，他們就是一點一點的貼上去，我變，對吧？啊，因為 3D 拼塔的出現。學生所想的都可以應承這個實物，一切都容易了嗎？當然不是啦，一步一步來啦。Level one， 他們都是按我所說的樣型要求。Level two， 啊，好像不是太好了，稍微以下。Level three。我最想他們做到的就是，老師，你的設計實在太不行了，太爛了，我自己設計才是最衰的嘛，對不對？好，如果學生們可以成為一個 designer， 那麼他可以自行的生產，自行的 DIY， 那麼我們所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有可能了。好，那麼學生們真的可以打印這個實物出來嗎？那麼樣神嗎？怎麼樣印出來的？哦，你看他的腦，不得了，很想買。好，這一個是
band 低啲工廠內部啲情況。你知小朋友做咩要用這個 3D 片嚇？他們會看這一段片，哇，正啊，不是嗎？啊，我告訴他們，你懂我，就可以用這個 3D 片嚇印這個模，對不對？Ben 大也是這麼做，對不對？好，啊。先生，然后可以一台跟等出来吗？你懂话吗？我就是不懂，你快叫我，可以，你回家只好慢慢。哇，好嘞，好嘞。然后外面只好杀气三方向，可以吗？下次啊，看看情况如何吧。哦，就这样，我骗了学生们。上身學會了這個 SketchUp， 他懂得怎麼樣去規劃。可是下次回來的時候，我有很大的難題。第一就是速度，一堂大約一點小作品，如果我只有一部 3D 拼圖，老師我懷疑你要跟動了，我要用這個 3D 拼圖。人一查啦，有其他人做工，拉多走。本来学生期待的反应，咩事？我实在可以用这个 3D 片头。好，如果只有一谈一见，一般三成赢的。那么一星期才有一谈，啊，前景一。学生为了征用 3D 拼图炒作，钱钱而已。我这一个老师被人骗了，太慢了。可是 3D 拼图就只有这个速度，等待太久的时间，他们学生的兴趣大涨。结果了，输入17秒，人机，学生都忘了自己。哦。我要一台跟动在你那里吗？他都忘了。或者我们尝试增加这个 3D 拼图的数目就可以吗？虽然是 open source， 但是现在的 3D 拼图大约还是要US 或者这个台币一万多少少吧，最近还是对不对？一般三十名台对学生、对学校来讲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不等等吧 ，Web 是 Open Source 的吗？我只动手做，不是一台啦，35台，怎么办？35台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如果我用Web 这个 project 的设计，我想我做了。一年之後還是不行啦。還有另外啦，如果用這個 3D 拼圖打印出來的鏈接，其實非常費事。剛才說過了，一堂可能只可以印這個一個鏈接。如果我要印這麼多鏈接，只是一部一台 3D 拼圖，太慢了。好了，終於有35台。看一看 ，Force 在这个Force 中只有一部 3D 拼图，还好吗？怎么办？学生都没有地方坐了，对吧？所以啊 ，Open Source 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以自行的修改，做一台方便我驾驭的 3D 拼图。哈利波可爱吗？小个子啊，这一个。他的资料尺寸你看这都是比较细小了。当然啦，这个打印尺寸都比较小一点，
都打緊啦。我就是上他依堂依個課堂來可以打印樣線啦。另外，基本上一般的構造都同這個 Red Map 一樣，同樣都會是這個 project 都會是 open source 出來的。嚇、啊，這個我用電腦做的設計圖，這個是相片，或者可以看一看其他的CG 部分。啊，這個是Vectorbot 的Fingermatch。可以看比原本的小很多的这个尺寸，或者可以看一看这个放大这个 design。我写写出来电脑比较慢了，是了，就是这个。做好在電腦做好這個設置之後，再做出來。等一下我會講怎麼做這個出來。啊，另外這個出的改名叫 RedPRG。如果使用過 3D 拼圖的朋友都知道，這是一個很常用的 RedRed 的出的改名，學生也很容易使用。啊，對我來說。quality 人的指数不是最重要了，而是可以一个学生一台 3D 拼图，普及出这个 3D 拼图给所有朋友了。第一，跟细小方便放置在课室中使用。小姐，你是谁啦？这些 3D 拼图都是我的，但是真是很大部了，不行了，所以会有这一个。尺寸的 3D 拼圖放在兩部電腦之間，真的好，真便宜。由於我的design 都是用這個膠片，所有五根零件都是標準的零件。另外，電腦都是 open source 的，電機都是比較小型的，都是比較便宜的。現在我做這個成本大約只是4000台幣，大約呢個1000港幣多啲嘅。另外啦，由於我沒有使用這個 3D 拼圖做的零件，只是用這個 laser cutter 做的 parts， 所以生產零件的時間，所有的零件不管買回來的五根零件。都只是大約一個小時，方便大量生產。學生也都可以利用學校的laser cutter自己做一台給自己。這就是學校落的 lab 啦。這是其中一個塑膠的 parts。啊，這之前香港的 ATV 來訪問我們的學生如何這個自行組裝一台 3D 拼圖。好，目標達成。當有一個學生可以自己印製這個模型出來，其他學生都會想要，會有些人很順啊，對不對？都會想要啦。另外，由於這個拼圖的尺寸所限，他們想印，老師我舍不舍意印一個很大的跟凳出來，不行，我的尺寸就是這麼大，所以呢，依堂來卻可以印養自己的成品，最重要啦，回家去收給他的家長，他的事做，知道啦，學生們印有什麼東西呢？一些太陽能的車子啦，這些台凳就是這幅圖，這依個就是上了顏色之後就是這幅圖的成分。課堂的時間太少啦，我的
我設計者依個依台 3D 拼塔，我是希望自己身去到最後可以再揸你自行這個使用 3D 拼塔，隨意自用才是最重要嘛。好，下一個就是我希望上身可以將這個 3D 拼塔從水槽內帶回家中。放在家中不是太快的地方啊，你知啦，山岗地少，雪山少，雪山少，家中真少地方。看上去，这个很可爱，卡哇伊。看上去不危险了，家长又不会太过反对。这个放在书桌上，不是太占空间啊，对不对？啊。他以前想叫媽，我想買一台 3D 拼塔，不行啦，怎麼貴？媽，我想要一台 3D 拼塔，我自己 DIY 的，可以嗎？最多都是買幾盒根等的價錢吧。最多我以後都不買根等，我認出來。當然啦，不說給他爸爸聽啦。就這樣 3D 拼塔就當成一個小孩子的玩具，以前家長都未必知道 3D 拼塔是什麼來的。可是啦，當小孩子在家中用這個 3D 拼塔印製自己的玩具的時候，你說大人看到這一台可以印模型的 3D 拼塔，他們有什麼想法？當然家中都有一台 3D 拼塔的事，社會，澳門的社會就是一個巨大的私家工廠，對嗎？我想每個的工廠都不捨這個私家工廠這麼大，對嗎？搞你啊！從小開始這個 3D 拼塔，加入這個 Open Source 的大家庭，謝謝大家。Park 给我们介绍这个小型的 3D 拼塔，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 Park？ 你好，我想请问，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们那个电机是用比较小的，就是机电方面都用比较小，那还是用 NEMA 17的马达吗？还是说用更小的？那因为好像外面最小就是17嘛，知道吗？這個馬達都是用補進的馬達，不過一般都是用 CE 的補進，但是我用的是 Urba 的補進。所以 你用的馬達是跟 Rap 一樣的嗎？一樣的，基本上只是用小一點的引擎、啊。所以是像那個控制板 Arduino 之類用比較小的 Arduino。对。谢谢。你看这个板子的话，它现在这个板子还是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就是这个板子比较方便，我们做开发的时候用这个板子的话会比较快一点。以后我的版本会用的是比较小的 Arduino， 大概是这个大小放在这里就可以了，会小一点。还有谁有问题？都没有问题吗？这个如果以后 open 的，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个资讯？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叫做 Tiny Boy 的我们有一个叫 Tiny Boy 的 project 的网站，就是其实是一个 blog 来的。因為古家啦，現在不能上網，所以不能給你們。我以後以後我們可以發兩個網址出來。還有一個事情，因為現在那個寫字還有點東西需要修改，我們就是打算是把這個寫字弄完以後，就是確定沒有問題以後，我們就再把這個寫字放出來的，就是。那个请问一下，他那个设计的软体是只有一种，还是说其实他很多种软体都可以给这个设备去设计？它是一样吃机构吗？还是？可以用其他的 control 的 software 啦，可以的。
它都可以用其他的控制对吧？可以，可以。他说他在 design 的时候，他既要用他们那一家的软体，还是说像其他的 Auto Network 这些也可以？因为现在元件方面全都是用 WebRef 的元件，所以基本上你其他 WebRef CNET 的 3D printer 它们能用的话，基本上我们也没有问题。所以就是说，你不一定用我们刚才提议的那个元件，依照自己情况的话，也没有问题。还有谁有问题吗？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说FabLab Taipei 算是一个公益组织，就是说有昂贵的雷切机可以供各位免费的使用，然后做 3D print 的计划这样子。那因为 Tiny Boy 也算是一个蛮合适的一个计划，来做这个简单的那个猎鹰，因为它就是没有用那个 3D print 那个塑胶射出配件，直接用压克力的切割就可以完成。那各位有兴趣的去那个 Facebook 找FabLab Taipei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这样子。谢谢。我们今天要谢谢那个帕克从下乡过来，谢谢大家准备那个伴手礼。